嗨，空，嗨，先生，嗨，君汉，嗨，海阿布沙。嗨，国树，嗨，余哲。对啊，今天还是拼拼图，我真的是拼图上瘾哎，好好笑。嗨，Timothy， 嗨，玉峰，嗨，落日，嗨，暗红。看动漫迷不迷？啊，对耶，是今天，都忘记了，好好笑哦。我要来看一下，三分钟前，天啊，太好笑了！我也来看一下好了。嗨，熊猫，嗨，明晶，嗨，亚麻鲁夫。节目刚看完，看太快吧？不是三分钟前还放吗？好好笑。我也来看一下好了，还蛮智障的。耶、yeah. 啊，好好笑。韩国婆的。嗨嗨，晚安！嗨，谢不如柳花开，正当时。Ava 出的胜利，就 Ava 会写，对，只有听 Ava 的人才会知道。嗨，暖风！嗨，乔森！嗨，施瓦鲁夫！谢谢玉峰的四叶草，嗨，借嗨花生手魔术，嗨泡芙，嗨，谢谢太空的四叶草，嗨阿法，跟直播没有，我忘记了，好好笑、哦，我自己都忘了今天会放。硬要唱。谢谢玉峰的花枝鸡腿。没有，我没刚睡醒，我睡醒很久了，就是不知道干嘛，发呆。谢谢玉峰的人气选票。那、啊、你跟你这种名字搞混了，有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就 Ella 写满版，Ella 的歌名本来就很长啊，她的歌超长。看不到，超级反光哎、欸！皮卡丘，我现在写皮卡丘超好笑。皮卡丘是什么？好可爱哦、喔！看游戏乱捏捏，看奶冻卷，看水锤，现在发生什么事？告白气球，还加急。根本就没人知道那个歌名吧？汉姆太郎歌名完全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完全不知道。然后汉姆太郎之歌，对，就是汉姆太郎之歌了。嗨阿龟，嗨 QK， 嗨阿仁，嗨北人，嗨热，眉毛很不一样，有吗？不是一直都一样吗？一直都一样吧，哪很不一样？就只是比较深而已。嗨。
爱啊，当爱托梦都设定日历哦，我完全不知道，因为我都不会跳通知。谢谢北人的枫叶，嗨正气，谢乱了玫瑰，嗨双叶，嗨德全，好笑。改日好像啊，没有，因为我要拼拼图，我要拼的拼图有点大，是很大的拼图，一千片的那种。看我可怕的，哎，我可怕的叫什么来着？哦，我的灯倒了，这是我可怕的拼图框，它超大。我的灯啊，哎呦，它里面的零件坏了。邪教和母太阳进去，不要，才不要转圈圈，好麻烦。嗨 ，Steven。对呀、啊，再来好像就没有了。嗨，浩毅。我最近都是盯上去的。嗨，武太郎，才不要，好蠢哦。嗨，糖糖糖，谢还要不知道四叶草。嗨嗨嗨，小德，对我又买了新的，但是呢，我已经把我的积德拼完了，因为我半夜太闲，然后睡不着，我就想说啊，来拼一下好了。然后没想到拼超快的，我发现晚上的时候可能脑袋比较清晰吧。然后我拼超级快，我大概拼了不到两个小时，我就把它拼完了。张张，我把我的鸡的拼好了，我为什么一万还快、欸？我晚上大概只拼了两个小时吧，然后就把它拼出来。所以有些色块还蛮难分辨的，就只好慢慢摸这样。超崩溃，好好笑，好大一片，可以遮住喵拼图，每个都可以遮住我好吗？向台下转，好好笑，自然解决，对，超快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我们拍的那个片段，好好笑。你知道我们姐姐真的是神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剪辑的姐姐超神的，她竟然连这个东西都可以把它剪出来，哈哈！你知道我们那个风怎么弄的吗？超好笑，好好笑，好好笑。因为最近管睡不着听完，对，睡不着听完。对，我记得默默被我拼完了，超快。说真的，其实那个 Unravel 那首歌啊，我还没有弹之前，我就觉得一定会有这首。可是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来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毕竟 Unravel 这首歌太经典了。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想说，怎么可能没有这首？然后我没想到他就把它放在加分题里。这其实我已经是未猜就知道的那个，只是我还是会怕他不是那首歌，所以我还是听了一下下，然后我才举牌。就我已经来不及，听到都已经来不及了，发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然后算了，就那样吧。反正其实也不是不知道，这只是我的速度输了别人这样而已。不然其实我本来就觉得哎，一定有那首歌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快要出来，气死我了，可恶。
度的按到上一集去了，耶、yeah, ，开心。不是 Unreal 那首歌怎么可能没有？这次真的慢半拍了，不然我早就知道他会出来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是在担忧什么，就没想到他真的出了这首歌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我知道的，我只是慢了一下下。南柯一梦，原来是镜像，对。嗨阿基拉，嗨红甲人鱼平。这么快吗？我昨天把它拼完的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是前天晚上把它拼完，然后就把它粘起来。我粘等了一天把它粘起来就好了。帅吧？好好看。可是我没有地方可以放它，困扰点是我现在的拼图都不知道放哪，拼的好精致，染烧真的超强，真的觉得那个剪辑的姐超厉害，他真的太厉害了，然后说没想到他连那个开头画面都剪得出来，觉得很好笑。嗨小白兔，超会。对啊，气死我了！就是我反正知道那一首，我就觉得一定有那一首，只是我真的不确定他怎么都出来，就没想到真的就有，我真的被我自己气死。我想说我的第六感超准的，我每次第六感都超级准，我就觉得一定会有这首歌啊，太可恶了！哎，应该要为弹就先举的，哈哈哈，好好笑哦。裙摆没飞，飞不起来啊，笑死！你知道我们怎么飞的吗？我们拿那个板子那边扇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一个人在那边扛那个就是电风扇，小型的那种电风扇，然后我在那边放风，超好笑。我每个人快累死，我们那边扇风，你知道吗？那边在猛扇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我还有那个幕后影片，那个幕影片真的是超好笑。嗨，季风亮，想那么久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真是脑袋宕机耶，就我知道那首歌，可是我突然想不起来那个歌名是什么，超白痴的，就是我很容易在就是那个什么关键时刻就是掉线，就很常会突然就是忘记，你知道吗？最后一首没印象，最后一首没印象，可是那首歌超红的，就是没看过人可能也知道这首歌，就我现在放的这首歌。以后就是抢答。我怕我讲错啊，因为讲错就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加分点是你讲错就没有了，所以就是一定要想清楚才能讲。所以我想说，算了，还是这样跟他谈一下好了，因为我很怕，万一不是我想的那首怎么办？结果还没想到，真的是我想的那一首，我快笑死，气死我了。太变，谢谢你们，欢迎阿翔，谢谢太空的掌声鼓励，欢迎命，谢谢电视上你们的掌声鼓励。太阳公公下下的人鼓励，什么拼一次直播，还买建成框，很好看哎、欸，扣西德，我干嘛要扣西德？我才不要，我没有那个脸可以扣西德，你知道吗？西德的五官不行，他太中性了，对，应该说太男性了，他那个没办法，我正太可能还有办法，可是没办法，他太帅了，我办不到。嗨，黑妹，谢谢黑妹姐掌声鼓励。谢黑妹姐掌声鼓励。电便当是什么鬼？对啊，所以我想说我要去买 3M 的那个挂钩，我还没有买，我可能之后会买，我打算把它挂起来，不然也没有地方可以放。对啊，可是我1000片可能真的没有地方可以放，哈哈哈，好大，我快笑死。有电风扇啊，可是只有小的那种电风扇，就是没有大台，大台很难搬吧，所以可能也不方便。哎、啊，你怎么？广告，这
个有花絮，老师超好笑，像白痴在那边煽风。Hi River， 嗨玉超。十五以后的番就没看过哦，那你一定看过《Evangelion》。这首当初公司一致暂时听都在播，对啊，这首歌太明显了，一听就知道什么歌了。可以学上一集播的手动飘雨姿，难好不好？头发那边飘，人家披得很辛苦，人家想揍我。谢谢Tom的枫叶。不会，没办法扣，他太难了，他帅太帅，扣不起来。天气也是一千片啊，可是它是直的啦。但是我等一下要拼的是横的。手机没费电广告。对啊，很烦呢。我不要。我再要拼的呢，就是我们的主角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就立马败下去了。因为他那时候是新品，就是刚出来的拼图，应该说台湾刚进的拼图，我没想到这套会出来，因为我很喜欢他们这套那个私服的那个样式，所以就买了，就忍不住买了，超好看的，超级好看，也就是 Evangelion 的私服的那个，他这是有真的就是做出来的衣服。很贵，超贵，我记得都要好几千块。对，而且有卡奥鲁在这里，那是我美美的卡奥鲁。你看他那个脸，那个颜，他竟然是这样看的，好好笑。他的脸真的太美了，你知道吗？当然还有我的，还有我的零，我的零很可爱，尼泊林也超可爱，超帅，我超喜欢这套真的有够好看，超好看。现在看的手机超美，超级美，它这是美颜欸，这是零死角美颜，你知道吗？看样子就是个大挑战，然后他还要搭配动画里面也没有，对，就是讲到拼 Evangelion 还是穿个 Evangelion 的衣服好了，有熏就是要买呀、啊，嗨呆呆，谢谢易凯，还有淘宝哥，还来 Hello 淘宝哥，还有易凯，很私语。怎么都我的，他们都是我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拼我们的 Evangelion 啦，耶、yeah! ！好开心哦，我终于可以拼它了。因为想说，我原本想说要不要先拼，可是还想算了，我还是先把自己的拼完好了。然后就没想到自己的就突然就这样拼完了。我也是觉得很妙，就晚上的时候在那边拼啊，然后我说哦，算了，然后算了，反正晚上没事，就在那边拼。然后没想到越拼越顺，你知道吗？超顺。卡路没有单独的 ，Evangelion 没有在单独的啦。Evangelion 就是要一起啊，单独的好像很少。我有看到那个什么，想想啊，鬼灭有出那个拼图了，鬼灭也有出单人的，可是我觉得单人的没有那么吸引人，原因是因为它都是很官方的图下去弄的拼图，所以我没有很喜欢，就那种很普通的。相片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没有买，我压到盒子，是我压到的吗？这盒子有点压到了。开箱，这里有点压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买东西带回来的时候压到了。怎么也会跟真嗣打到？哎、欸，对他们两个一起。他会一个人，他其实有一个人的图啦，就是他坐在那个，那几号六号机上的时候的那个样子，六号机吗？忘记好像是吧，就是他有一个是，不过那是旧版的那个画面，不是他坐在六号机上的那个，那就那一幕是单独的，可是那一幕好像没有特别出什么周边，好像有什么类什么资料夹那一类的，可是不会有出拼图。可是我觉得卡欧的人气来说的话，应该出个人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记得我没有让你烧脑，但是还好哎、欸。不知道怎么后面拼的越拼越顺，因为就是我就会看一下那个，就我会认一下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图案之类的，所以就还好。它是真的有商标的、欸，正版的，好亮哦，超猛。什么？因为要说动画，
什么什么东西 ？Eva 本来就是动画，翻什么？这盒是哪部卡通？它不是卡通，超凶，它是动画，对，也不能叫卡通，因为它其实有点小孩不太能看，因为它蛮血腥的，所以它也没办法叫卡通，因为它太血腥了。谢谢去冰的英语麦克风，耶、yeah ！对对对，六号机就是六号机，他坐在那个肩板上的时候，嗯，六号机的时候他是坐在肩板上的时候，只有那时候是他是单人出现的啊，还有弹钢琴的那一幕，可是弹钢琴那一幕，我虽然我也觉得蛮漂亮的，可是可能不知道，可能他们没有想要出单人的周边的意思吧。越晚脑袋越清楚，对啊，我好像是那种人，所以才不好睡，所以才会失眠。因为晚上太过安静的时候，就脑袋太过清醒，会反而会想太多，所以我都会失眠。马上有一半原因是因为我可能都睡比较晚啦，就是睡太晚或者睡太多，我晚上都会睡不着。还是出一下单人的，没关系，再这样出下去，我可能就我的那个家里可能不够白，家里的墙都被我挂满拼图，出一下给他说，小孩子当然不能看啊，这看就算看了也看不懂啊，对，真的是小孩看了也看不懂吧，我觉得真的有点难，他那个。有一点怎么讲，你需要去思考他想要表达的东西，你可能才看得懂他想要表达的东西，不然其实一般人应该第一次都看不太懂他想要表达什么，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有点不太懂，对，毕竟他的世界观比较奇特一点，但是又有点符合现实面的那种世界观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小时候看跟长大看的感觉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比较怎么讲，就是年纪大一点再看的话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它好还蛮大片的，虽然有1000片，可是还蛮大的，不会觉得很难听，应该是跟《天气之子》差不多大的大小吧。小时候看到初号机，一笑就开心了，什么鬼？我觉得什么天能比较难懂，天能是有点复杂，它是里面的概念有点复杂，可是。Eva 的复杂点是你能不能真的体会他想要表达的东西，可是小孩子应该一般是不能体会，他可能只会觉得哦好帅哦这样就是之类的，对，可是他们小孩子没办法去体会说 Eva 他真正想要表达意境是什么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差的，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跟就是天能的那个有点不一样，天能他是操作上有点复杂，对，因为他毕竟还有什么回到过去嘛之类的，可是因为 Eva 不会有什么回到过去的概念，他顶多就是我觉得比较复杂的就是情感，然后还有怎么说，有点比较现实面的那种意思吧，就是他想要表达其实跟现实会发生的事情蛮像的，除非有规定的生活，对啊，太难了。看旧版解析跟访谈，很佩服深六兄弟。嗯，今天还叫很粗，什么鬼？还是太多谜哦。对，因为新版有一点复杂，确实新版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它有点改过，所以就是很多人都觉得，新版跟旧版有点不太像，因为它其实有改，它并不是全部都一样。所以你看旧版跟看新版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而且有些人看不太懂新版在干嘛，就像我其实也有点难懂，但是大部分的
是差不多的，就是除了最新的一集，因为这次的剧场版有出一个新的角色，应该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他，就是新版有这个角色，那他的角色，这个角色也是一个谜，因为作者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资讯，也就是他就是一个谜。不过听说他是那个，真是妈妈那一辈的人欸，觉得还蛮妙的，因为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老，你知道，就是他妈那个年代蛮久的嘞，对啊，真的会精神污染。跟听的一样，就是男配角帅很多，真的很帅，我也想说要不要去看。太屈原，男主被掰外棍，才什么啊？才没有好吗？笑死！他也没有真的被掰歪好吗？可能对手小朋友看一版就是好笑哦，什么鬼？然后这个剪刀好烂哦，他已经生锈了，剪不开。新角色珍对珍波，我都很想把它念成珍西波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念反的很顺，珍西波。我都会把他名字念反。小时候看的时候没想那么多，对，小时候就是会觉得、啊、很帅这样而已，因为就是有点像机器人的概念，虽然他不是机器人啊，对，有点像钢弹的概念，可是其实他也不能算钢弹，对，因为他是有生物基因在里面的，就有点妙，就是很难定义，他不是定义成什么人形什么东西，忘记了，他名字有点妙。反正它的定义不是钢弹，但也不是机器人，就是它卡在机器人跟钢弹的之间，还蛮微妙的一个定义。珍西波听起来像珍珠波霸奶茶，是吗？是叫珍西波吧？是吗？所以是珍西波还是珍波西？哎、欸，我这种每次都搞混哪一个才是它真正的名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有另外一个名称，就是。他有另外一个小名，就是大家不太会叫他的本名，就是不太会叫他珍西波，就是他有另外一个小名叫什么来着？是什么来着？我想想哦，日文名叫什么？玛丽？不对，日文名叫什么来着的？有点忘记了。他的名字一般人不会叫他珍西波，就是他有一个小名。不是，另外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什么？我快忘记了。来看一下，来查一下它的正确名称。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？没，它的本名叫它真的叫珍西坡，所以它不叫珍婆媳啊，真理啦。哦，对，它有一个中间名真理。就是一般人会加真理，就是不太会有人加珍西坡，因为可能比较难念嘛，但我觉得都很像，对，就是真理。可是一般我也不太会念珍西坡，但是会记珍西坡这个名称，可是我一般都是讲真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一般动画里面写也是真理，他们都习惯用真理两个字。那是什么？玛丽？是玛丽吗？我记得是。对，玛丽一般都叫玛丽，可能不太会讲珍西坡。珍西坡日文怎么念来着的？好妙、哦。也不是因为他们都只称呼名字，那不应该叫珍，那应该就会叫珍西坡啊，不会叫玛丽啊，因为玛丽是中间名吧。而且声优是坂本真绫，声优很赞。真的是他红的一点也是因为。眼镜跟声优吧，觉得就是那个特点，因为眼镜就是一个萌点，然后声优又是一个萌点，声优哎，坂本真绫哎，超萌的，就觉得很厉害。因为我一般也是记真理比较多，不太会讲珍惜谱，可是会记啦，因为还蛮好记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嗨，幻影战士，哦，是信吗？信不应该是后面吗？一般的信不应该是 Illustrious 吗？超长，超级无敌长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分不出日文，就是他们的信跟那个名字到底是哪一边才是信，哪边是名字。可是真希波听起来一点也不像姓氏哎、欸，听起来就很像名字，我反而觉得后面比较像，后面比较像姓氏，好好笑、喔。对，我觉得名字就是一个很妙的点，因为名字都很长，他们外国人的名字都超长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嗨君，嗨，谢谢幻影战士的许愿瓶。嗨米酒，谢谢发现什么是枫叶，发型很可爱，人家是双马尾。对啊，他的名字也超长，名字像名字也好长。嗨德全，什么五十岚特调一号是什么鬼？看不懂。嗨屈原，嗨古早味，外国人，对啊，外国人的关系，这名字超级长的，你都记不起来，就觉得很特别，没关系。反正就是大家念顺的就对了，就是对、啊，反正我觉得念起来顺就好。像我都习惯念真希波或真理，好难念。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真理，因为它其实很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，我觉得它有可能就是代表这个一切的真理之类的。就是它好像有一个，就它是一个关键，就是大家都在猜真理应该是那个整件事情的关键人物，所以对，肯定要看最后一集才会知道了。特调一号，真波爷为什么是特调一号？太好笑了，因为我很少喝五十岚，阿香不好吗？阿香，独眼龙的关系？什么独眼龙的关系？你们像都自己对依他正宗，对，因为他对啊很好笑，有很多人都会这样叫他，因为他尤其他的色调又很像依他正宗的感觉，就红红的，然后他又独眼这样。谢谢欢迎，但是啾啾你，五十岚特调一号，我不喝五十岚特调一号，所以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不知道什么真理，只知道很婆什么鬼。好、啊，来弄拼图，等一下。完了，这个拼图叫怎么拆？我正在思考这个拼图叫怎么拆，因为它太大了，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，就是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，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物啊，就没有人知道他到底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，真希波。然、啊、后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凌波凌，真希波也不错啦，但我还是喜欢凌波凌多一点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猜这个人玩的，我是一个连炸都不会猜的智障，该怎么猜？我发现我一定要拿我的剪刀，因为这剪刀好破烂哦，这剪刀什么都剪不了，太烂。我决定要去拿我的剪刀，那剪刀太破烂了啦！你像什么球球？你什么啊？你有看那个就是最新就是那个预告片吗？十分多钟很长的那个预告片，就是我完全就是一脸懵逼状。哦，他在干嘛？超好笑的。他有，可是我觉得他要猜很久，就有点麻烦。其实我好像用手撕就可以了，因为他有胶带。可是有点难。刚好致敬二号机美东，美工刀，二号机美工刀。好像拆开了，这有点猛，
但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拆起来，有点困难。对，他那个剧情真的是会看一脸懵逼。哦，对，他个性真的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很腹黑啊，就是各种吐槽，然后又很大姐姐的那种样形象。还有麻烦的是那个，啊天啊，好累，真的在拆，真的在搬家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还有那个小东西，还有套子，还有那个脚胶的套子，我把它拿掉。然后还有用那个别针，不对，订书机，所以。拆这个也有点麻烦，啊，比独蜘蛛轻松多了，而且独蜘蛛还可以性感，你这个拆这个是要怎么性感？对，防撞。水电工的那个知己哦，耶耶，好了，好累哦，我只不过拆个包装，怎么这么累？那你只会看到那个很狼狈的我，不会看到很性感的我。啊，终于狼狈结束了，然后把这个移到后面一点。继承家业有困难。水电工协同。错啊，你知道这样就可以省很多钱。老师现在水电工因为毕竟是吃技术的，就是请水电工也蛮贵的。虽然我们家不需要请，我们家爸爸会解决一切。所以呢，我们家水电费、水电工都自己来，超省钱。请一次水电工其实真的蛮贵的。一般都要花个几百到几千块，就是看那个看是什么东西。
毕竟他们都是吃技术的，所以都比较贵。对，但就是很累啊，很辛苦。到底市场的养钱，对啊，就是毕竟人家吃技术的。我爸真的什么都会修，超厉害。他也会建房子什么的。因为我爸以前有学过一点点蓝图之类的，对，是很危险。我爸之前去工作，他就是不小心从屋顶上摔下来，就有点受伤，真的蛮危险的。就是因为毕竟他们那种工作也会有风险，所以我觉得贵一点本来就还蛮正常的。真的很辛苦，而且很热，就是你都要在那种大太阳下，然后就是在屋顶上工作什么的，其实也蛮辛苦。而且就是就是水电工就是吃体力活嘛，所以钱多钱比较好赚也是蛮正常的，因为比较累啊。太热了，休息一下。空气不好，也是啊，而且很吵，真的。像我爸就是因为工地的那种噪音很大，他都会有点重听，所以有时候讲话都要很大声。好热哦，好累哦，今天算很凉，哪有热哎？宿舍超闷的，不然住几楼，超热。原来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开冷气，所以超级热。我现在就有开电扇，为了省钱，不要，不想开，因为就我一个人，大家都不在家。啊，没有啊，用耳塞他听不到啊，因为他还要叫人家做事什么的，所以就是也不方便戴耳塞什么的。那你可是你可能是你爸年纪大了吧，或是你爸可能听可能听东西都很大声之类的，因为这样久了他会很习惯很大声，他听小声就会觉得好像就是都没有声音一样。就像你不能一直戴着耳机听音乐，很像，就是你不能一直过度使用自己的耳朵。另外挑的吗？也没有特别挑啦，就是看哪个比较便宜这样子。因为框就是一般的木框，就这样。我们来找边边吧，是我还是不记得边边到底有几片？我每次都不记得边边到底有几片，就觉得啊。反正就是先把别人找回就对了。爸真的常常叫不理人，所以真的会讲，因为很正常吧。外窗吗？没有风，我们这边的面向刚好不会有风，所以就很热。嗨喽，嗨正人，谢谢暖风的乐，嗨阿伯。对啊，没有哎，我这边很闷，我这边反而很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开窗都没有 feel。四个角，不是四个角胶啦，我是说边边，就是全部的边边，我忘记有几片了，千片有几片？一百几来着的，一百多片吗？一百多片，应该是吧。拼图很大啊，拼图真的蛮大的，真的很大，跟我眼镜一样大。可以把它拿来当眼罩，好白痴哦、喔。一二六片，耶、yeah, ！谢谢无糖。一二六，看
在有的找了，今天才五片，可以边找边聊天。数学要派上用场，这哪需要数学啊？傻眼，一和六有点多哎，六片，现在只有六片，六七哦，边边都是灰的，完了，我又是一个很难拼的边边，为什么每次边边都那么难拼啊？太好笑了。七啊，有图案有图案，是谁的手？谁的脚？这是哪？是谁啊？这是谁？这是手吗？哦，这是真西扑的手，地上。OK， 你在几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片，八片。现在不知道喜欢饼干，把十分钟的广告预告看完了，真的很，你不觉得看就是一眼懵逼吗？阿斯卡，这是左眼，刚刚我这个是右眼，左眼是这里。其实我家里有那个阿斯卡的帽子，就是他后来的那个帽子，只是我没有眼罩。下次我来戴个眼罩好了，然后用他那个发型就很像，就很像阿斯卡。九。九片，99999，要加减，还好啦。啊，加减这干嘛？九片，好难找，完了，太多了。九，十，我是应该想把它倒出来。十一，这要怎么分呢、啊？我把它分到另外一边好了，不然太难找了。十一片 ，cos 阿斯卡，对我现在很好 cos 阿斯卡。十一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二，有个红外套就好了，我刚好没有红色的，因为我不喜欢红色。十二，我现在没有红色的外套。十二，十二，十三，修理人，棍子嘞，哪有？十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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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二。这有点难找，太多了。十三，十三，先拼人比较好。可是还是先得先拼边边啊，不是吗？因为边边拼出来比较好拼下面的。十二，差点把边边拼丢进去。十三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啊，好多、哦，有点累。十六，真是水蓝冰。应该还可以啦，这图案应该还行。十二，不对，我刚刚算到哪里了？十三、十四、十四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八，哈哈哈哈！好笑，我真的算到不知道算到哪里了。十九、二十，快笑死！二十，我真的不能分心哎、欸。二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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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书哦。拼图也会讲好难，会啊。找拼图吗？看状况。二三，啊，太多拼图了。二三，很多，真的。23，那光是找就可以花很多时间。23。23。怎么在那里啊？24。25。26。27。28。28。哈哈，一百片。28、29、30。32。32。32。32。好累哦。33。40、41。42。你知道我很容易眼馋。43。44。45。黑白的发型不一样，什么黑白的发型不一样。43、44。我刚刚瞄哪里了？我又忘记了。44吗？是44吗？45、46、47。啊？47？应该是吧。47。48。49。50。51。52。但没有，这种那么贵的，怎么可能？我可以拼好的。53。拼图五个人哦，你说他们的吗？对啊，54，有点像在战争的感觉，不对，这是战争。我看到卡欧鲁的脸了。
眼睛。看他的脸真的有够好认。五四五四吗？是五四吧？五五五五五十五五十五五十六五七五八五八，哪有？我没有笑他。五九，就觉得他的脸美到我好好认。五九六十，六十。六一，啊，手好酸哦。六一应该比较好拼吧，应该会比较好拼。六二，六三。酸了，超酸的，六五六五六六，怎么那么酸？六六，六六，谢谢变心你们的枫叶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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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大顺，六六。我怎么都才能突破六大顺？我看到了卡那个真实的脸。眼睛，只眼睛，只头。六七，六七六八，左边还有一盒，我没有啊，这是另外一个，我把它丢进去的。六个七十，七一，对啊。七二，七三，七四，七五，七六，七七，七七七，七七七七五加，好吃。七七七八，七十八，七十八。嗨，晚安，七十八，七十八，七十八，七十九，八十，八十。八十一，好多眼睛哦。八十一，一直看到眼睛跟就是那个卡路的头发吧。八十一，八十二，八十二，
生。八十四。九一。105，快了快了，105，有这么多片吗？106，107。108，108，真是厉害，你好像是同款的，应该不是同款的，因为它里面不是长这样，它里面有点比较平，比较素。109，109，101，101。111，112，112，有它的比较素，它没有那么花。哦，他那个是帽T啦，可是我的是一般的T，他那个是帽T，可是应该图案应该不太一样，因为我的上面还有一点点那个文字什么的吧。他好像是只有一台初号机，可是我还有这个图案，他的那个图案应该跟我的不太一样。对，他那个应该是帽T，而且他不是 Uniqlo 的款，它是真的是 Eva 店才买的，所以不一样。他们 Eva 店专卖的比较贵，那一件我记得要2000多吧，印象中。谢谢看母语的应援棒。哦，你好，我忘记数到哪里了，我数到哪了？113吗？113吗？113吗？我忘了。114。115，115，115，115，对吧？没错，不是13吗？115，111，没关系，我先算下去好了，115。116，完了，怎么好像有少啊？
我一定又眼馋了。16 16 17。好像有少，而且少蛮多的，好奇怪啊！120 120，完了，我是不是眼馋了呀？丢错了吗？120。看都没有那个都没有平的，现在有少。刚叫什么120而已吗？好像少了好多片了，可能又被我眼馋丢进去了吧，因为我每次都这样。好像没有了，没有那个边边的了。啊！为什么每次都会少？好麻烦。现在算一下。啊！又少了，好烦哦。应该没有那么多，好像只有120个左右吧。你们有看到？你没看到？我眼馋，应该是丢错了。这里没有吧？也没有啊，你看错了，好累哦，记得盒子不在这里，所以没办法用，只有拼图。选到想睡觉了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给我音乐 ，Hello， 怎么都是剧啊？七十四。74。惨的事了吗？其实就120片，硬要。后来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，他到底是几片来的。我这个拼图真的看眼花哎，有了，21。21会眼花的拼图。快出来！23
24 24 2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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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真的会眼花，你可能会看到眼花，你知道吗？二四，非常实用的 APP， 它让饥肠辘辘的人可以立即找到最爱的美食和餐厅，就来找你想吃的美食，立即下。那你可以帮我找拼图吗？无本意，帮我找拼图，快笑死！二十四。眼睛张开样子，剩下一片了，剩下的最后一片，困难，我就现在在乱找。剩你了，最后一天。
哪儿？啊！我在放弃治疗，没有，刚刚那一半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了。他肯定在这一堆里。我天哪！你可不可以自己神奇的出现在我眼前？就差你了，坏宝宝。任性的拼图，对啊，就差他那一片了。因为这一片拼图搞了这么久，那怎么还不出来呢？就少那一片，哎呦，哦，好累哦，真的要疯了，真的要疯了，啦啦啦啦啦啦。你这个改出的皮图，你是不是想要出来？快见老妈，谢谢。哦，真的有够难找，其实。
哦，手里拉拉握住那片拼图，然后歌词我都想突然叫另外一次歌词去了。弄掉的不只是回忆的影幕幕，手里拉拉握住那片拼图，是最大。是我最当初的在乎。你再来唱一下。我还是找不到拼图，那一片消失的那片拼图。弄丢的不只是那一片拼图，最后一片拼图，你可以快点出现吗？我真的找不到这一片拼图太难搞了，我再次找不到那片拼图。手里牢牢握住消失的拼图，消失的拼图。Oh my gosh！那一片消失的讨人厌的拼图，到底在哪里啊？真的找不到傻眼，怎么翻了这么久还是没看到它呢？哦呦，吓死我！我们来听日文版。勇敢的面对挑战吧！哎呦，这臭广告！小陈，小陈，那谁呀？我已应该没有吧，刚看了很久没有啊。找不到，可恶！对啊，放不下剩下的框，剩下框太大，框太大。这手机要再放远一点，可能才看得到全部。
踪影。到最后还是没有看到啊！完了，我这眼馋了吗？还是他真的失踪了 ？Oh my gosh！ 没有啊，我刚刚就已经看过那一个盒子了，很奇怪哦。然后再翻一次，我应该想哭。我翻了两次都找不到拼图，应该没有算错，应该就是没看到，对。从中间。完了，这好像真的没有哎、欸，我又不知道嘛，我又不知道忽略到哪去了，我真的没看到哎、欸，这也没有啊。这好像也没有哎、欸，傻眼。
算了，不找了，好累哦，放弃治疗。噔噔噔。他现在是斑马线对吧？斑马线。又大三一，我们先来听边边，有困难的边边。但是也蛮困难的，因为它的色调好像哦。晶晶，这边是个字。不知道是谁的部分，嗯，那个红红的那个，可是好像找不到哎、欸，那个部分，边边呢？哦，是这里的，它是英文字，它有一个很大英文字，叫 Radio Eva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没差，那个不是我的东西，呵呵，所以我不需要整理。对，那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也没有必要整理。看一下哦，呼呼，可是有点难耶，好像。
反正有点难听耶，都是货币，对，听起来很像，我现在一脸懵逼，奇怪，会这么突然的？不对啊，不是应该白色吗？这个白色怎么都听不出来？啊，是这块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后面那有那个，就是脚的那个影，脚的那个影子，所以应该会变灰色的。不自觉捶胸，呵呵，日和日和。什么东西？太好笑了吧！耶，这应该不是。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又是广告。别过。他一直不让我跳，好好笑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噔噔噔！哦，过了，我拉太快了。这应该会有脚印啊，我知道。还没到吗？这个吗？它的色调很像，这个车子的好暗，是他还是不是他？
好像。差距的感觉，哎，也是有可能，可能就缺那一片之类的。没有，没事，就是刚的那个倒了，那个，这有点难拼哎，这很像，它有文字，应该是灰的，应该接白的吧。开着啊，它开着。看一下，应该接白色啦。啊，你要白不白？要灰不灰？要白不白？头发，快笑死！那这不就是鞋子吗？这应该是鞋子吧？哦，这样。那这个是裙子，这是头发吗？这是头发吧？这是真是，不是，就是那个卡路的头发。这是卡路的头发，快笑死！噔噔噔噔噔，这是你鞋子跟裙子。哦 ，OK， 应该还没到。好好笑哦，很超像的，很明显。
个超难的，就头发很好认而已，然后其他超级难听的。听不起来了，太难了吧？什么鬼？这是头发吧？哦，这是卡欧路的头发。旁边还有车啊，跟那个是有点像街道那个景色，超难的，街道的景色也太难分辨了吧。哇，太难了，后面的背景超难，因为整个是糊的，糊的好难认哦。从灰变成白的，可是好像不太会有那种拼图。变智障的我，这是哪里的景啊？看不懂。应该是灰的，可是好像没有那种的呀、啊，它全部都灰的耶，好怪。不然就是拼不起来。应该还有一个，
好奇怪哦，少很多片的感觉。上面的吧，某个人的头发，你来了，怎么都不是嘞。这是谁的头发还是谁的脚啊？好好笑，好眼熟的东东哦，这是谁啊？脚吗？看起来应该是脚，但是不知道是哪个部位的。嗯，呀，给吗？我听错了。哦，难怪就觉得怪怪的，原来真的听错了。这个在哪里啊？嗯，不对啊。哦哦，这是他的大拇指，这样吗？好像是耶，那中间还少一块，少一块不知名的拼图，应该要有点白吧？怎么每一个都拼不起来？这么大吗？这个吗？喜欢我就打欧米找我，小欧米，马上少了一片两片的感觉，为什么？现在少一片，白色的。爱呢？嗯，突然接白也很奇怪。哦哦耶！我拼好了一小条，一小条，好难哦！天哪，太难了。耶！现在要接白色的，乱接的我。这里面是斜的耶，所以它要有点斜的那种线条，斜的线条。接下来也好难找哦，因为好像没几个是斜的。行吗？で、で、どれ？これじゃない。どれどれ？うわ、あった。嗯，这好像前面还有个东西。拼怎么有点难拼，比较好，这样才有成就感。等一下。OK， 一秒是白的，白的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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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耶，快好了。
把马世仁监制出来，后面可以参考。对啊，这样比较好接。过长，我好像有点过长了。这边应该有一个白的，不是？等等，这边少一个白的。扫这边扫一个白的，扫一个白的，就这，这边扫一个白色的。对，就扫那个白色的。下次我可能就把，可能明天还有，还有等一下要找那个白色的那一片，消失的白色。是一个在乱拼的我，哈哈哈。到这里吧，拜拜，明天见，应该不会拼那么快了，再见，谢谢大家要陪我拼了这么无聊的夜晚，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我拼耶，有点无聊。这个感觉旁边很不好拼，那个纹路有点难。哎，好了，拜拜，明天晚上见。